diagram show the curve y 等于四减 x square， 然后 straight line y 等于 mx 加 c is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at E3。Now find the value of n 跟 c。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dy dx 会是等于减 2x， 然后我这一边 x 等于 e， so 我的 dy dx 当 x 等于 e 会是等于减2乘 e 等于减2。So 我在这一边它的 gradient 是减2，然后它经过 e 3，所以我就 y 减3等于减 2x 减 e， 所以减 2x 加2加3，所以 y 等于减 2x 加5。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m 等于减 2c 等于5，然后 b 的部分 area of color region， so 在这一边这个是 e， 然后这个是4减 x square， so 在这一边这个是2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4减 x square 等于0，所以我的 x square 等于 4x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4等于加减2。然后这一个地方呢，它是什么？减 2x 加5嘛， so 减 2x 加5等于0，然后 2x 等于 5x 等于5分2，所以这一个是5分2这样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是 E3， 向前走1向上走3，所以这一边其实是3，然后我的这一边呢，这个是5分2减这个 e， 它其实是3分2。 So 我的 area of color region 会是我的三角形减掉这个 area， OK， So 我的2分之一乘3分2乘3减掉 integrate e 到2，然后这一边是 dx，然后它在这一边的这个 curve 是 y 是4减 x square， 所以我就有9分4减这一边我的 integrate 4减 alpha x square 从 e 到2 5分3， OK，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9分4减5分3减五百三，然后拿到的是七百十二 ，OK， 所以它的这个的答案会是等于七百十二，所以它等于七百十二 unit square。好 ，volume generated by region bounded by the straight line， 然后 y 等于 e， 然后 y 等于 k，y 等于 e，y 等于 k， 哎。Rotate 360 度 about the y-axis 是 4π， find the value of k if k 大过0。 OK， 好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 y 等于 e，y 等于 e 是在哪里？y 等于 e， 它是 generate region bounded by the straight line， y 等于 e，y 等于 k， so straight line 这一边 y 等于 e， 这一边这一个 y 等于 e，然后可能还有这个 y 等于 k 这样啊， OK， 所以 y 等于 e，y 等于 k， 转那个这一边是4π，所以我的这个 π integrate e 到 k， 然后 dy 里面放的是 x square，x square 是什么东西呢？So 我在这一边，我的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的 x square 等于四减 y，OK，x、okay, square 等于四减 y， 所以这一边是四减 y dy， 会是等于四派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个越，所以我在这一个我就由四 y 减 y square 分二，从一到 k 等于四 ，OK， 好。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它就有 4k 减 k square 分2减，然后4乘1减e square 分2等于4， OK， 然后我这一边我就有 4k 减 k square 分2，然后这个4减1分2就8 7分2减7分2 4
4288减1782，然后再减4等于0。 OK， 好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全部一起乘2，我这个乘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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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 2, 乘2，所以我就有 8k 减 k2 减7减8等于0，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减 k2 加 8k 减15等于0， k2 减 8k 加15等于0，然后我在这一边开挂弧 OK， 然后我的这一个 kk 就355减减，所以我的 k 等于 3k 等于 5 OK， k 等于5是不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边来到4嘛 OK， k 等于5的情况之下它很奇怪 OK， 所以它是1到5 1到3啊，所以这个 rejected OK， 所以我的 k 等于3这样 OK， 然后我们这一边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拍然后 integrate， 然后这一边它是4减 y 嘛，4减 alpha x 从1到3，我拿到的是4派，对，可是我在这一边我改成1到5的时候呢，它也是4派。对啊，因为它是后面的这一边它减掉，它应该是 negative 这样减掉，所以它其实是不对的 OK， 因为你看我1到4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是超过了的，1到4的时候它已经是那一个超过4派了这样。然后我们这一边如果我这一个是4到5的话，这边4到5它应该是二分之一派这样，减二分之一派，所以它是1到3 OK， 好。